要收假了，要如何来避开国道收假百万车潮？不少游客呢，干脆晚一点再上国道，趁着这段时间来买伴手礼，附近有停车场，享受温泉池泡脚，来争取连假的最后一天玩乐时间。而在伴手礼名店就涌入这些车潮人潮，让民众赶快呢不停的买，店家也是赶快拿出库存来补货，甚至还有游客多请一天假，让饭店民宿多赚一天。新鲜的草莓搭配香草奶油，急冻低温，内馅口感吃起来像是 Q 弹布丁的宜兰奶冻卷。游客不只是吃，手里也拎了几袋。另一头有三星葱口味的宜兰饼，咸甜口味又结合了宜兰两大特产。从长长的结账队伍反映出人气指数，还有其他的伴手礼区，店员推来小推车补货，一上架不到一分钟扫光。就是避开人潮，所以才会先想说。就是第一站就到宜兰来，然后这是第一。不少游客算盘打了精，避开塞车潮，干脆买买伴手礼，附近还有景点可晃。礁溪伴手礼一条街的对面有温泉公园，也有停车场。游客买了伴手礼就跑去泡脚，也体验温泉鱼，做做脚底 SPA。就是已经确定要塞车了，所以就没有说提早或怎么样，对啊。就先苦中作乐一下，就先玩得开心一点。甚至有游客拖着行李再多请一天假，民宿饭店有三分之二是这样的留宿客人。不想塞车的游客走进店内消费，让业者也意外捡到塞车商机。记者吴嘉文、周瑜的宜兰采访报道。